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 DIY。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款 Bicycle 的漏气现象啊，就是一款小自行车的轮胎漏气。这个故障啊是比较特殊的啊，一般的是不常见的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它这个自行车啊，由于这个钢圈的辐条啊在里边探头太多了，就把里边那个里带里头给吃破了。
OK， 修好了自行车。它这个自行车啊，是这个，这个辐条啊，在这个钢圈里边探头太多，把这个里带呢咬破了。我把它又里头又粘了几层这个胶带，又把那个垫圈垫好，这回就不会了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。OK， 朋友们喜欢的点赞啊，拜拜。